香氛疗法是来自大地的绿魔法。让我来翻翻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书。今天我要带给你的芳香祝福是德国洋甘菊。好运加分的星座有巨蟹座、狮子座。德国洋甘菊可以长到2到3尺高，茎干直立，有着许多分支，叶子呈羽状。它的花朵小巧，状似雏菊，有着白色的花瓣和黄色的蕊心。它的花朵虽然没有罗马洋甘菊那么香，但在中世纪时期一直被人们用来铺洒在地板上，以防治害虫，去除异味。德国洋甘菊精油是取该种植物的头状花序，以水蒸气蒸馏法萃取而成，色泽深蓝，粘稠度中等，保存期限约为2到3年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它具有抗过敏的特性，但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，在使用前应该先做过敏测试。此外，德国洋甘菊精油也可能会让某些人出现皮肤疼痛、发炎的现象。德国洋甘菊精油具有温暖、甜美的草本味，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包括乳香、天竺葵、葡萄柚、永久花、薰衣草、柠檬、甜马玉兰、橙花、广藿香、迷迭香、茶树和依兰依兰。洋甘菊适合各种肤质，包括敏感性肌肤在内。把它加在保湿霜中，用来疗愈因日晒或吹风而受损的肌肤，效果特别好。如果你想舒缓紧绷的神经，创造安详平静的氛围，可以用3份洋甘菊、2份甜橙和1份雪松扩香。同样的复方也有助消减怒气。在能量方面，洋甘菊精油能够活化所有脉轮，并使它们运作和谐。在灵性方面，你可以把它用在祭坛上，以帮助你传送祈求疗愈的祷告。在施行蜡烛魔法时，洋甘菊能招来繁荣、运气与爱情，并帮助你获至成功。此外，它对梦境的探索也有助益。当你用其他精油来提升或安定家中的能量后，可以再用德国洋甘菊来维持能量的平衡。你可以用它制作室内喷雾，只要每隔1天喷个1-2下就会有效果。这是今天的香氛魔法分享，谢谢你的聆听。我是 Mira， 愿精油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。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。